来，到哪里？我们先到三楼。
今天要不一样吧，等一下我给你东西。来，先吃三个。好。大家都坐好，大家坐好。Thank you.
高，还有都有，还有挂包之类的东西。你们先把头发扎起来，好吧？哇，这么多！好，我等一下所有人都去拿，但是我如果回去先把它扔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洗澡，这我没有拿。我等一下。我觉得不只是粉丝，我觉得整个剧组、整个制作team、导演组等等都非
满了这个热血、汗水跟泪水，因为他们真的打一天最少打到六七个小时以上，我觉得蛮辛苦的。那我们也教练呢，就是在旁边大声吼。那我也不知道跑了三天之后我的声音就没了，很惨。可是他们真的很拼命，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戏。我是凶的那一个，他一看就很凶起来的。我可以凶。教练的态度就是两种教育不同的反差，就是张百胜是非常严厉、非常极端的教育，那其实我自己也不太赞成这种方式训练球员，因为可能短时间可以逼出球员的球，但是你可能会让他造成终身的伤害。那但是为了张百胜这个角色，为了自己的目的、自己的梦想，他只好用这种方法来训练。那 Jenny 就是比较爱的教育，就是没事抱抱球，没有抱抱球，还是可以抱抱，对，就比较温柔的一种。这怎么讲？爱的教育。心灵导师，应该可以讲。林健。昨天我骂洪胜骂一句话，现场所有粉丝都安静。然后我只要骂完他之后，我就开始往 Monica 那边走，因为我不敢往回走，我怕他粉丝直接拿罐子丢我。哎呀，他骂得很大声，因为他队长，然后有一个镜头是他忘了我说他进球，我说你住啊，队长没有防守是不是？赶快回吧。就是要这样子。好，左手队。
当教练，反正你可以。